惊蛰节气，病毒开始活跃，一些春季的流行病容易集中爆发，特别是人群密集的地方，我们更要注意防护。此时可以喝一杯防感茶。原料：桑叶5克，菊花6朵，白茶或绿茶适量，用沸水冲泡代茶饮。泡完茶，在等待的时候，还可以用茶水的雾气来熏一熏眼睛，这样可以缓解眼睛的干燥。如果您喝了几天，感觉身体的风热不那么重了，就可以减掉菊花，只是喝桑叶和茶叶。这道茶饮的主料是桑叶。桑叶它既是营养丰富的食物，又是一味良药，它可以疏散风热，春天的时候喝可以预防外感、眼睛发红、上火等现象。它也是清凉补血的，有助于头发生长。